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一阵子以前和大家分享过 Beast Box 推出的一个可以变形的小恐龙玩具，当时还引起不少朋友的关注。那这一次 War Toys 推出了更加精致更加迷人的一个樱花配色，显然它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一个品牌，还蛮多人会去关注这个东西，包括我前一阵子也是购入这个所谓的 EVA 配色的一个星星版本，但是因为时间不是很多，没办法和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分享。那么因为最近呢九月初呢，这个樱花配色的这个小恐龙呢将会正式的上市哦。那配合 War Toys 呢，我们来做一个开箱的一个宣传。这包装盒是非常漂亮啊，两侧的一个胶带是完全是没有拆封过，这个要割下去的时候还真是有一点心疼啊，就有点舍不得拆的一个感觉。那一定会有人说，玩具买了不拆有什么意义吗？对啊，这个就像认识的妹子如果不一起吃饭的话呢，那有什么意义呢？对吧？War Toys 这一次呢，很明显从包装开始就已经锁定女性的消费族群。那让我更加意外的是，这个开盒之后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当然不是开盒之后我变成女生啊，绝对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开盒之后呢，玩具呢把这个透明的泡盒打开的时候呢，你明显的你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樱花香吗？对不起，小人孤陋寡闻，没有去看过整片的樱花。但是呢，这种打开玩具之后呢，扑鼻而来不是塑胶的味道，而是淡淡的清香，这一点倒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啊。之前它的原色版本呢，我曾经赞美它的做工堪比成照射的等级，就是非常高度的肯定。这一款也完全不逊色于之前了哦，膛口的部分啊，倒角的处理都做到非常的好，就算是女生朋友来玩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会感觉到这个玩具的一个圆润的一种手感。那虽然上面有一些粉红色的透明件，但是呢感觉还不是很脆弱，而且呢它用的位置呢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基本上出白痕的机会应该是不太可能，尽管它是一个可以变形的玩具。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个樱花配色小恐龙的变形，非常之简单。首先呢，把这个小腿脚掌这个部分呢，从这里把它给往侧边旋开，然后呢往下放，这里也是一样的，这样转开之后往下放下来，然后呢把这个脚掌呢给转正，转正之后呢把这个头呢给抬出来，从这个地方整个的给拉出来，还有做出一个类似于油压管的一个过渡的一个造型，非常之 OK 啊。再来把这个尾巴的部分呢从这个地方挑开，它这里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的，把它解开之后呢，尾巴呢往上面抬起来，它会固定住。接下来呢再把两个腿部呢往后面拉开，从这个地方之后最后的一个部分，从这里把这个非常可爱的一个暴龙的小手从内侧呢给抠出来，再把这个头呢摆到一个你觉得是暴龙应该有的一个位置，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大功告成了。樱花配色的这个小恐龙呢，樱花 Sakura 这个写在它的一个正头顶上，头部的可动还是非常的好啊，可以往上抬到很高，嘴巴呢也可以做一个打开，非常可爱啊。而且牙齿的部分呢并不是做到非常狰狞的样子，而是做出一个类似于是幼儿一种牙齿没有发育完整的一种 Q 版的一个造型。眼神的话呢也是凶恶中又带有一点呆萌的感觉，头是一个球形关节，左右动没有问题，往上往下可以抬开，然后刚刚有提过了，这个地方非常巧妙的做了一个类似于过渡的油压管的一个造型，算是它在整个萌系风格里头呢唯一那么一点点有种重机械感觉的一个亮点，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哦。再来腿部的话呢，往前往后转是没有问题，然后膝盖也是有一个转动的，然后后脚跟的话呢可以往侧边动一下，但是呢不能够做一个旋转，稍微有点可惜哦。然后这个脚掌的部分呢往内往外可以做一个移动，那么呢往内外移动呢就是说呢可以提供它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地的一个感觉，那么这个有如小儿麻痹般的一个暴龙前肢呢大概只能往前往后动了啊。唯一要真正要特别小心的一代可能就这一代，它这个透明件包覆了这个铆钉，可能是在把玩上的时候呢唯一你需要特别去小心的，以及它这个整个玩具里头呢在这个所谓类似一个大的一个螺丝的一个造型里头有一个
非常深的粉红色在这里头，这个整个配色分色来讲的话，对它这个头部的立体感确实是加分的非常的多。尾巴的话呢，可以稍微做一点点的一个角度的调整，但是不能左右动，只能够上下动。从后方来看呢，也是显得非常的可爱。然后一个大大的一个五片樱花的标志呢，这个时候就在它的一个背上了。樱花位置的配置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大概基本上维持在身体的部分，其他地方呢就没有再出现了哦。虽然有樱花，但是不会让你觉得说非常混乱的感觉，算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视觉的印象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很凌乱。不得不讲一下，其实整体来看会发现到说它的用心程度确实是相当的惊人，而且他们未来后续还会推出猛妈像、异形等等这个系列的一个猛兽侠的小队，那以及最近的话玩具就会即将上市，有一系列的宣传，还有一些赠品，还有和我们迷友们互动的相关讯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节目里头的字幕。那很高兴呢和大家分享这个非常精美的小玩具，非常非常可爱，超萌的。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